陈正雷大师20多年了，我跟我师父学到好多嘢啊，常识太极拳老噶，一路二路啊，身价一二路，一路二路啊，从边起啊，定边起，一讲师承系有一段历史噶啦。通过我了解之后，得到我而家嘅师父陈正雷大师系陈家骄，佢嘅武德非常之好，值得我欣赏。所以呢，我就特登呢揾一个时间呢，就嗰啲时候飞机票啊好难买，我又特登到陈家骄揾我师父。一开口的时候要拜他为师，我师父就说你功夫都未学就要拜我为师，你要勤力啲。他俾佢呢件嘢呢，我就好认真嚟学太极。点知呢，学到一两年之后，我打俾佢睇，我一起势嘅时候，佢就唔睇啦，话我生活好肉酸，再打落去。到对身体都冇好处，我话你又唔好睇我打，佢话你一起势我就知啦。佢又系凭呢个嘢，我就有决心一定要学好陈式太极拳。当我有一日喺我师父花校嘅时候，我学到好多套拳，起码超过50套。佢话你睇多啦，你学唔到精髓嘅嘢。以后呢，你要跟啊，要跟我学就要学。陈式太极拳老家作为基础，每一日都要坚持练，以后有时间啦先练，我特别好。可能我年年参加吧，加上我师父又我大过我师父系2岁，所以我师父呢就当我兄弟嚟睇。由于师父对我好好，又吸引我呢，每一年一定要争取时间同佢见面。佢家庭大細都當我係長前輩嚟對待，所以呢，我都好中意，好中意每一年參加我師父嘅家庭嘅聚會。咁多年嚟，我組織留好學生參加香港年一年一度嘅健康快車慈善活動。大約每一年呢，都有組織學生出力出錢表演，參加啲活動都非常開心。我又經常組織嗰啲學生參加國際活動、香港社區嘅活動，參加國際嘅比賽、社區嘅比賽，都得到。Bye.